完总共105元。我用行动支付结账。没问题，那您需要载具吗？不，纸本发票才有真实感。我中特别奖1000万了！哦不！是做噩梦吗？跟财神爷擦身而过的感觉真的不好受，赶快来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， 申请手机条码，轻松管理您的云端发票，将各类载具归户到手机条码中，发票存折会帮你把所有的云端发票都储存在一起哦。只要将发票存云端，并且完成领奖设定，奖金就能自动入账，再也不用担心中奖发票会不见了啦。